今天我要用老师不用的色粉随意乱画一个。首先拿出来一个蒙蒙色来乱画一段，再来一个蓝色和深蓝色各画一段。拿出你家的纸巾使劲搓呀搓，上搓搓下搓搓，让它们衔接在一起，把颜色过渡一下。最后拿出老师不爱用的黑色，随意乱画一个地面，再使劲揉呀揉搓呀搓。哟，还不错，就是你这 A4 纸太掉档次了。还不说了，说多了都是眼泪呀。赶紧拿出你家不要钱的油画棒画个小树，找根不要的笔，随意乱点一些叶子，看我慢慢点呀点。你也累了，听会音乐觉得好了，点个关注呗，爱你哟。一二三唱。我听过你的歌，我的大哥哥，我明白你的心，你的喜怒哀乐。我是否可以问问问你的心，因为你是我的知音，我有多一个朋友。想陪你翻山越岭，想陪你追着日落看星星，永远不落幕。